潘晓颖嘅妈妈多次要求唔好再俾出狱近一年嘅陈同佳住喺警方安全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唔评论警方处理每宗个案嘅工作。警队嘅日常嘅运作咧，系行政长官系唔会评论，尤其是关于佢某一啲嘅资源嘅运用，可能我越讲咧，就系你哋再去報道咧，就令到佢可能情緒上咧更加波動。我知道，我完全明白佢嘅心情但係我哋喺香港咧，都係要依法嚟到去處理每一件嘅事情。陳同佳已經喺香港係服刑咗完畢，亦都係履行咗法律嘅責任，所以基本上係一個自由人。我知道本牧師咧，應該喺呢個禮拜咧，亦都會再同陳同佳或者佢嘅屋企人見面，咁啊睇下嗰個情況係點樣啦。陳同佳犯案時已經係一個合法嘅成年人，咁點解仲要揾本牧師嚟到代勞呢？點解林太唔直接召見陳同佳呢？問清楚佢嘅意願啊嘛，林太。你兩年前話俾我哋聽，你嘅初心就係為咗幫阿雷啊嘛。你嘅初心究竟去咗邊度啊？作為一個負責任嘅政府，對呢件事唔應該袖手旁觀嘅。佢再次呼籲陳同佳勇敢企出嚟承擔責任，馬上到台灣投案。有線電視記者冼晴峰報道。